哇，那个女生，请坐，谢谢，漂亮。我之前看到她好像是四五年前的时候，没有那么短，应该至少有八年了吧？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她，因为那时候还不认识她，然后大家告诉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是男生。哎，我们来看看术前术后的小 A 啦。你很像我术前，这是胡安佑，这你是谁？对，他这很像我哥哎，因为以前就是这是我当兵的照片，然后那时候的五官就是你看我那时候遗传到我妈，因为我妈脸无比，就是鼻子比较大，然后再来就是眉骨这边比较凸一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当兵嘛，就是剪头发剪很短，然后五官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是。小 A 啦，为了要那个达成他的生理跟心理一致性，做这个性别的重置手术，那就问问乡民朋友们，你觉得这样子小 A 啦要花多少钱？来看看，500万哦，还有我也差不多500，我也是哦，四位都一致通过，就是落在500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看看总花费好不好？你要总花费吗？不止哦。450，哇哦，差不多。为什么那么？我们可以看看你做哪些项目。你说做了哪些项目？花那么多钱，就隆鼻3次，然后做双眼皮。为什么隆鼻要三次？因为应该是说很多人整形呢，他有时候是追求快，就是一次就是全整。因为当你的五官啊，比如说我现在这张脸好了，如果突然做一个鼻子变尖嘛，那如果你这边又没有削骨的话。是不是就会就是刚做完鼻子，你就觉得说，哎，符合在这五官是好看的。但是你后来说，哎，我好像再去削个骨好了。然后就是削完之后，又发现说，哎，怎么鼻子又比较大？因为你两边小了，你鼻子就会变大。然后就是前后整了3次。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我的鼻子比较复杂，他那时候帮我做鼻头出来，然后还有削我这那个两边这个鼻翼的那个肉，因为我的鼻翼的比较有肉这样。而且。才刚刚做完第二次的隆乳手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对啊，第三次，应该算是第三次，因为我第一次做胸部是被做失败的。从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期待说什么，哎，突然有胸部，然后想说也没有去咨询，就是跟说去咨询，但是没有，就是很多案例就是可以去了解，也没有去问朋友啦。因为我后来想说，哎，上网查一下评价，就有殊不知有一些诊所它是会三评价的哦。哦、oh, ，就是把自己的副品，对，就是把它隐藏起来，然后不然就是请他自己的水军上去打说，哎、欸，我给这个某某某某做，然后做得很好，然后做了什么材质，他是不用按摩的。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的是那个圆盘龙猫面，他那时候主打说就是不用按摩，然后也不容易产生假膜。然后我就做完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说不用按摩，就像石头一样。第一次的时候是石头奶，他就是有点像挖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借我一下，就是有点这样，对，挖工耸立在那边，然后你在挤乳沟的时候，你知道挤乳沟那个 new bone 还会断掉，你看哦，它就是那个崩到就这样，然后你再做一个这样抬的那个动作，结果东西那个直接断掉，就极不自然，完全没有柔软度，对，完全。然后你看我，不行，零分。对，然后我的前男友就是打我胸部，打你胸部，他用拳头这样捶，我说你在干嘛？他说我在打沙包啊，你说硬到打沙包的那种感觉，贡九桃。对，那你放在里面多久？我放在里面，那时候我2018第一次整形，就是2月2号，我记得时间，2月2号先做鼻子，然后隔天做胸部，对，然后同时修复嘛，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哎、欸，胸部第一次因为从平胸变到有，然后就很期待很兴奋，说哎、欸，原来就是有奶的感觉，就殊不知呢，我请一些女生朋友去抓，然后让男有一些男生去摸，然后就觉得说、欸、很硬这样。对，然后后来失败，然后又做第二次。对，然后隔一年，那第二次应该就成功啦。隔一年，2019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放摩的，因为那时候摩的很刚出来，很流行，然后比较 Q 一点。然后那时候刚做完，因为毕竟第一次太丑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就是换了另外一间诊所，然后那个院长就是帮我换了摩的，说真的蛮软的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又比较挺，然后形状比较明显，是水泥的样子。啊，因为一开始就是一个石头的那个碗弓在那里，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比较这样比较凸一点，对，然后做完的时候抓起来感觉真的差很多，然后再来肌肉够比较好挤这样，那就 OK 啦，为什么还要来迈向第三次？哎、啊，你也知道人就是贪心的嘛，就是我是属于那种追求，因为2019年是流行摩的，然后今年好像。去年就引进了女王波这个材质，然后它是堪称就是因为我们隆乳最软的材质是光滑面，
对，然后他就是抓起来仿真奶，对，然后摩的是那个形状好看，然后这次的女王波是柔软度跟那个形状都是二合一的，所以这次就是等于说有形状又有那个软度手感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让你抓一下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好棒哦！我刚刚就一直心里想说我要怎么要求，对，怕拍谁，而且我今天还特地穿这一件是。感觉整颗可以把它整个放进去，哎呦，感觉是你把它放进去，你抓，对，抓一下，对对对，这样就不用打码了，这边礼貌一下，多方便，礼貌一点，抓下，抓下缘，站站站，抓下缘，用力抓，你会很羡慕，怎么了？我该该我了吗？对，干嘛你在排队啊？先去买票。哎，真的很棒哎，你摸起来什么触感？就是珍重，我第一次感觉那种攻守交换。对啊，我觉得啊。你是男生，对，我现在是你知道攻守交换的感觉，你知道他以前是很被攻击的村庄，他现在是攻击人的，对，棒棒。